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三圣母与凡人私结良缘，因而触犯了天条，被压在华山之下。16年后，他的孩子沉香拿着母亲的宝莲灯和网上团购的神符，来到山下，决定劈山救母。啊，终于到了！今天我要拿着这宝莲灯和神符来救我的三圣母妈妈。宝莲灯，请赐予我神力吧！我是愚公啊。谁？愚公啊，就依山那老头啊。对对对，是我呀。我就想移开这两座山，我用这个铁锹啊挖了半辈子了都没挖开，你这裤衩一斧子就给劈开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吃饱撑的？你没事依他干啥呀？你不知道，移开之后啊 WiFi 信号可好了，我就可以天天玩游戏了。瞧，哎，帮我把那边的山也劈开呗。干啥呀？信号不满，打飞机老卡了。哎呀，你快到山那边去吧，我还想救我妈呢。啊，小伙子你太心急了。快走。望望头上千万。宝莲灯啊，这次咱俩可别劈歪了啊。来，宝莲灯，请赐予我力量吧。开。咋都长毛了呢？哎呀，你谁？沉香啊，你还黄花梨呢？我正跟山神爷斗看呢，俩王四个二啊，我刚想炸他俩呀，你裤衩就把五行山劈开了，这俩王全吓跑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你是孙悟空吧？哎，你咋知道呢？我听音乐听出来的。出来了，这那玩意儿咋整？要不这样，我挖个坑再给你埋里，行不行？我是不是傻呀？我好容易出来的，我才不回去呢。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救我妈吧？好玩吗？妈妈去哪儿了？妈妈去哪儿了？看，我妈就在这山里呢。可是你看啊，我照这图我劈两回了，都劈歪了，这拥护啥呢？你说，图看到了。还有啊，这斧子是需要跟你一起磨练它才有神力呀。你呀啥也不会，你太心急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哎，师傅，这儿呢。我师傅，你教武功呗。不行，我不收徒弟。别学那样，把我妈救出来之后正好凑仨人，咱仨斗地主多好，你那俩炸还能用上。收你了。Yes。 不为斗地主，我为了正义。 Yes。 来跟我学。好，比比劲儿，比比劲儿，比比比比比比劲儿。怎么来了？学呀。好，比比劲儿，比比劲儿，比比比比比比劲儿。发音不对，不是 P 是 B。 哦，比比劲儿，比比劲儿，比比比比比劲儿。让我再试一次吧。嗯，好。宝莲灯，请赐予我力量吧。劈歪了。